热点资讯，实时事点评。大家好，我是小峰。在五月二十日，美海军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闯入西沙群岛领海。由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的卫星示意图片显示，卫星在西沙群岛西侧领海线外二点七海里、永乐群岛西北方向发现了美国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不远处还有一艘中国的海军零五四 A 型护卫舰，正在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 推测美舰是从永乐群岛西北方北礁和赵树岛北礁和珊瑚岛之间的中国领海穿行而过。由于中国采用直线基线法划定领海，因此西沙永乐群岛内部全部为中国领海。而美国反对使用基线法划定领海，主张使用海岸低潮线划定。美国海军以领海基线分歧为理由频繁闯入我西沙领海，其实是一个强盗逻辑。 任何领海国家都有权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划定领海，他国无权干涉。而且，按照直线基线法划定领海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允许的。中国在西沙群岛划定的领海完全是合理合法的。美方的举动完全是恶意的挑衅。在当天中午，解放军南部战区率先披露，当天美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 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指责美国搞航行霸权加舆论误导混合操控的一贯伎俩，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当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也回应称：“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当天晚间，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在对“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近两天内的行为发表谈话，称：“美国军舰频繁穿航台湾海峡，炫耀武力，制造危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无异于玩火。美国军舰擅闯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违反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 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解放军南部战区披露“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擅闯西沙领海之后，美国第七舰队公共事务部同日在官网发表声明证实，“威尔伯号5 ”号五月二十日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进行了自由航行行动。 声明称，这一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中国的南海主张，维护了国际法所承认的对海洋合法使用的权利。声明还宣称，解放军关于美军舰这次任务的声明是错误的。威尔伯号驱逐舰没有被驱逐出任何国家的领土。威尔伯号驱逐舰根据国际法进行了此次航行，并继续在国际海域进行正常行动。美第七舰队的这一声明是非常罕见。 与此前主动对外公布自由航行,行行动并阐述主张不同，此次美方的声明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解放军，在老调重谈之外，刻意制造出新的话题，即驱逐与否的真相。根据相关军事专家分析，美军所谓的“没有被驱逐出任何国家的领海”是一种混淆概念的说法，让外界将重点放在驱逐与否上。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专家指出，在美军的根深蒂固的思维中。 美军始终不承认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基线，进而否认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所以其根本不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中国领海，而是始终在国际水域。美军在此特别吸引外界将重点放在加了引号的驱逐这一举动，而忽略其特定的地点，任何国家领土上，明显是混淆视听、转移重点。对于美军而言，是想营造一种威尔伯号是在国际水域遭到解放军的警告驱离而离开。 因此，没有从任何国家的领海被驱逐出去的假象。谭克飞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解放军海空兵力依法依规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和警告驱离。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国政府于1996年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 美国军舰擅闯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违反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此外，据《环球时报》了解，美军在进行此类所谓“自由航行,行”行动时，往往是打擦边球，类似向别人家门槛内探了一下脚，又立刻缩回去。相关军事专家表示，如果美国不是心里有鬼，又何必鬼鬼祟祟,祟、缩头探脑，唯恐被别人抓现行？ 诚然，美国军舰四个月内已第五次穿航台湾海峡，可仔细点数，前四次出动的军舰都是单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并非航母编队，或者其他什么战术编队。那这是来干嘛的呢？真打起仗来，美军单个的驱逐舰在台海是来当活靶子吗？在当年金门发生炮战时，美军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台湾岛的一些绿营政客最好还是头脑清醒点儿。 真若信了美军一连串的大话，很难说到时候会怎么个死相。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空军大校在发表谈话时，证实了解放军对威尔伯号采取的必要行动，并揭露这是美军搞航行霸权加舆论误导混合操控的一贯伎俩。这就算是把美军的骗术摊出来给世人看了。宋忠平表示，随着中美博弈的日益加剧，中美之间在各个领域的斗争将会不断加剧。 这其中包括舆论战场。中国有一句话叫“强词夺理”，现在美军的所作所为就是强词夺理。中国还有句老话是“有理不在声高”。美国军舰擅闯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违反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公理在中国手中。因此，无论是打舆论战还是在战场上较量，中国都会赢得这场战争。匿名的分析人士认为。 美军的一系列行动凸显其希望把南海局势推高的意图。宋忠平对此表示，美军当前在台湾海峡以及擅闯西沙领海的行动已经是常态化。解放军的职责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双方之间确实会存在误判，甚至有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美国擅闯西沙领海的举措本身就存在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一旦发生摩擦，美国必须为此来承担所有的后果。 解放军在维护核心利益问题上会不惜一切代价，不会因为是美军就有所忌惮，所以还是奉劝美军要学会克制，要懂得尊重对手。据英国路透社五月二十二日报道，就在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准备启程前往东亚地区时，英国首相约翰逊却在二十一日向中国喊话，声称英国相信海洋法。 约翰逊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将与沿途四十多个国家互动，会途经地中海、印度洋和南海，最终部署到日本附近。这支航母战斗群将体现英国的价值观和军事能力。约翰逊在英国南部普茨茅斯军港的航母上宣称：“我们将要明确做的一件事，就是向中国的朋友表明，我们相信国际海洋法，并且我们将以一种自信而非对抗的方式证明这一点。”约翰逊还声称。 我们不想与任何人抗衡，但我们确实认为，在与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许多盟友一起维护人权、法治、维护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国际规则体系方面，英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此前报道，英国防部网站日前正式对外公布，由排水量6.5万吨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率领航母打击群，从五月起执行第一次全球部署行动。 按照英国防部制定的计划，这次部署行动将穿越地中海、印度洋，前往太平洋，总航程四点八万公里。部署中的重点任务有多项，其中之一就是进入南海海域，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对于英国宣布将派出以最先进航母为主的航母打击群前往印太地区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回应表示。 中方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合作的意愿，不要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举动。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我们下次再会。